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这个数呢，它的整数部分为何？好，那我给它展开来，就六加三九，加交叉项二 ab， 二啊乘以呢，根号三乘以根号六，就乘以三根号二，所以就是九加六根号二。好，啊根号二的话呢是 1.4 多了。哦 ,1.414 嘛。哦说 1.4 多齁。啊乘以 6。6是 24, 即 2。616,78。8点多啦。所以这项8点多。所以就是是 7.4 多啦。哦反正呢这把它取整数部分齁。就是9加6根号 2。把它取整数部分就是17了。所以答案是17。